梦梦哥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所有的直播间，就是女主播的直播间，咱家的妹子是最多的，不骗你。虽然人就是直播间人不是特别多吧，你妹子可多了，啊，就是那个大哥呀，兄弟可不多，真的，男的很少。你看，比如说啊，你看这个男马甲这个也是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小哥他就是其实是女的，为了看我直播那个，这是女的，这都是女的，你看这些都是女的，嗯，然后咱们直播间的妹子，妹子觉得。我之前在相亲玩，有个叫晴天你家的啊，有吗？我也是妹子，哥哥来玩啊，有个上一边小哥，小卤蛋，嗯，您什么职业？还有个晴天，哪个晴天啊？你家哪家？嗯，你看一。